亮晶晶，打扫也很好玩嘛。真要我说的话，我还是觉得踢足球比较好玩。还好有你们的帮忙，变得好干净。接下来是……还没结束吗？对了，还得把衣服拿去晒，这是山羊爷爷交代的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感觉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事啊！我的肚子已经好饿了，差不多快到午餐时间了，我们等一下再过来。待会儿见。谢谢你们帮忙。嘻嘻，只要把这个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就行了吧？乐乐，要不要我帮忙啊？我现在是乐乐管家。哦，抱歉，乐乐管家。抱歉，让您久等了，请用。我要开动了。好，加热的温度刚刚好。哎，非常感谢您的夸奖啊，乐乐管家，工作会很辛苦吗？您尽管放心，交给我乐乐管家就对了。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再来是把晒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，然后替爷爷准备茶。啊，要做的事怎么这么多啊？不知道山羊爷爷现在在做什么。现在让我们欢迎新郎新娘进场。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我现在已经适应了，所以没问题了。那我们几个就先到公园去踢足球了。需要帮忙尽管说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明天山羊爷爷应该就会回来了，所以我就可以去玩了。加油哦，乐乐爷爷。